这个游戏的建筑也是蛮重要的哦。八级的游客，这边，会赢吗？里面有显示会不会赢啊？会赢吗？可是如果等一下没有赢怎么办？仓库到五级，仓库是没有讲啊。好，这就是仓库。那仓库呢？然后这边有居民哦，那这个就居民。那居民可以赏出这个硬币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严苛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什么？笑死我了！安抚民众，天哪，知道我怎么讲啊？一张很多东西可以讲来这边去训练一下。我觉得现在到底卡在哪边啊？35等，差这多，刷刷去啊！你是不是打输啊？等一下，对，你给人家打输啦，7等人，我自己给我这输了吗？我看这边。